偶遇拉二胡的大爷大妈，没想刚坐下他们就要走了。你们就走了吗？不玩了。发现旁边还有一把歇凉的二胡。老师，这个琴是你的吗？可以看一下吗？同学，好，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说好只看一下，结果。Thank you.